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本周六召开，连日来各地访民不断涌入北京上访，中共派出上千警力打压，数千人被押到九进庄。声援无门之下，广东一名村长转到香港上访，泪如雨下控诉中共暴政，并公开退党。中国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高层人士异动，据国台办官网，目前四位副主任依序为叶克东、陈元峰、李亚飞、龚清盖。不过今天官网上只列出四位副主任，没有常务副主任，主任助理也有两人变成一人。受上游污染输送和扩散影响，昨天上海中霾，空气品质陷入五级重度污染。近日受到雾霾影响，中国东北、华北等地纷纷中霾伏。身处南方的特大城市上海，从前天开始 ，PM2.5 的小时浓度逐步上升。晚间八点 ，PM2.5 的平均浓度已经达到每立方米200.6微克。鼎新集团旗下的味全食品爆发问题油风波，同集团在香港上市的康师傅股价持续受影响，延续昨天跌势，中午盘中最低价为21.65港元。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